这是总裁的心意，夫人你一定要收下来，那么总裁跟我办事不利。好啦，那安尼哦，我就收下来，多谢你专工做一桌。天哪，你竟然趁我无注意收来遮！咱两个敢真熟？你安尼直直叫我的名，我感觉足奇怪呢。我哪有叫你的名？我是叫天哪，是你自己要给这个名啊，别人叫 Oh my God， 你就自己对号入座了。啊，不真傲傲，谁在你讲的？胡林，我变好啊，你要叶小姐无？唔免啦，你做代志哦，我真放心。这是你今仔日的工钱，多谢你。那你要先来走。嗯，慢些。这个小姐，你做摒扫的代志哦，做完假定金嘛，我有代志哦，要跟你参详。请坐。奇怪，柯董竟然对天娜这么客气，照柯董的个性，应该不是大小眼啊。敢讲伊有啥物会当利用的所在？我发现哦，你是一个有规划能力的人。你一开拍卖会时阵，我就注意到啊。自头至尾，你拢足用心，足投入，随时注意到现场每一个贵宾因的需要，等你送饮料嘛，必送唔到呢。你会当这样慎重看待服务生这个工课，真正足不简单呢。那你今仔日哦，做家政妇，你不能用心规划摒扫的定数，像你这种有能力、有态度的人，敢若做服务业哦，真正是大大受用的。你跟我想过，要找一个正职啦。我的兴趣是烘焙，做点心的人都真计较分量正确性啊。打发泡的手法要精准，阁爱注意到酵母的一千种差异。这种代志只有注重细节人才做会好。其实古某只是我的习惯尔，并无啥物规划能力。我细汉时阵哦，我对阮爸爸有做咖啡啦。伊爱我哦，将有问题刀啊拣出来，甲咱留好诶，准备要烘焙啊。过无半点钟，伊来看我，结果一大块刀啊内底，互我留落来，甲剩无一块。伊每一点，我拢看得出缺点。这就是我诶个性啊，我无得忍受哦，无完美诶代志。我只要看到无好诶、不足诶，交到我诶手。我拢尽做了去弥补伊啊！拄照你所讲，伊古某的个性，够接受的。柯董，你是做大事业的人呢，我没来当跟你比啊！我真正无跟你滚生笑的呢。那是有你这种员工哦，做头家的人哦，会继续轻松呀。我的名下有足侪企业，看你介意倒一项，我当然安排你去做工过啊。搁再讲啦。我听讲你的时间排到足满的，就表示讲你足骨力伫赚钱的。若是讲有一个搁较好的工课，赚搁较侪钱，安尼毋是足好的。啊，不过我较爱自由，希望咱控制家己的时间呐。而且我妈伫咧洗药剂，我若是去有工课白掉的，我都无法度好好照顾伊啊。所以我们才会选择兼差打工、自由接案啊。无安尼啦。等我妈状况较稳定诶，我再来考虑柯董你的建议。林妈妈伫个西游记哦，刚才我介绍好个肾脏科医生，我有实在真济便宜的档数啦，会当甲你斗相共讲一下。唔免啦，我妈有固定咧看医生，较了解伊的状况啦。好啦，既然安尼哦，你工课方面哦，你直接找我。医疗方面哦，你要找阮太太哦。有啥话做你讲，无需要甲阮客气哦。多谢柯董的甲胡林，我知影胡林的心肝真善良，想袂到柯董的嘛同款足热心的。我嘛想袂到，伊从来无主动甲人开讲，嘛罕咧讲家己的私人的代志，这是头一届。看起来伊真正足欣赏你哦。多谢柯董的欣赏。我嘛开讲那真欢喜，
啊，不过我等下阁有其他的工课要无闲，我先来走。 你家己要创啥？应该送到位就当走。你莫安尼啦，伊是彭总裁派来的人，不管怎，咱会甲伊留落来，恁得接到啊。海伦，你坐啦，我来去泡茶吼。变啊，夫人，我只是替彭总裁送物件来，然后意思互你交代。可当，我阁要转去找彭总裁回报。 那呢，我就无交了啊。你先行，我啥？奇怪，天娜为什么会当得到寇当甲夫人的喜爱？伊一直是个清洁姑娘，敢讲背景不是徐英泰选型不标准？无可能，我真不相信。 高档背后那有可能是迄种看人不论阶级的人，照安尼看来，天哪，一定阁有啥物得罪背景。这个史天娜简直是拼命三郎嘛！离开徐英台引导了，阁去变水塔，水塔变了，阁来旁盘啊，做这样子的工课。 我跟他对你也后边，我对他足忝的。请问这几位是寿星，咱大家做伙来替伊唱生日快乐歌。谢谢，我拢是你的粉丝啊。今日阁是万生日，我有你五百块，请你帮我唱一条生日快乐的歌。你讲的哦，袂当后悔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这个史天娜唱歌真正是足恐怖的，音痴到这个程度，阁有勇气开嘴，实在是一个奇葩啊！这款的歌声，查甫人听到一定倒大。若是会当让迪浩杰听到伊的歌声。 就会当甲迪浩杰吓惊走啊！我的环境哦，就是爱让人客感觉最好的。恁点一首歌，我会送恁加值服务。拄只单一歌唱了啊，刷来阁有国语版、黄梅调版、英文版，还阁有 rap 版。来哦，国语版要开始喽！祝，我给你五百块，千万别唱。多谢，生日快乐！哎。 诶，金星如来找伊要创啥？玉华，这是村内厝租，还佫有阮点餐哦的费用，你看卖。我跟你讲哦，这钱是阮男朋友借迄科技公司的 case， 伊赚，唔是伊用因兜的财产哦。安尼真好啊。 原本我阁叫是恁男朋友是一个食米唔食米鸡的大少爷，想袂到会阁会替伊斗分担，这种患难真情真正好像就现身的啦。恭喜你，问题解决啦，以后若是有啥物代志做，我斗相共的，随时来找我。原来天哪，阁咧做二房东哦，是有遮尔欠钱是，啥物钱拢要赚。妈。 你今日赶快要去天母迄间的行政中心洗肾哦，好啊，我等下来找你，我要下班啦。嗯，先走。好。嗯，张海伦，我哪会行到当拢拄着你啊？你跟踪我？哎，张海伦，人家是员工休息室，人客袂当凊彩入来，你还遮创啥？好啦。 既然你都看到啊，我就坦白甲你讲，伊这个人哦，根本就是一个假面人。伊的所作所为足奇怪呢。你哦，有法国蓝带厨艺学院这个资历，搁伫咧米其林三星的餐厅做工过。
是安怎要走来台湾打零工啊？你一定是有啥物企图，想要闭关闭关心。莫迪卡，这就是你哦，为着要嫁入豪门做准备啦。你敢知影，伊妈妈死生的所在足贵呢？你若不是好野人哦，根本都无法度负担得起。伊若真正是善家人哦，是要哪有可能把伊妈妈送去遐尔高级的地方死生啊？我妈伫遐都余生有余悸，是爱你管哦。你莫掠准讲别人拢甲你同款啊，好心小钱要食喷。什么啊？你讲狄浩杰是喷哦？伊是倒位得势你啊？我无讲狄浩杰是喷哦，啊，不过我讲你是好心，听无人话。大家卖冤啊，咱拢是朋友嘛哈。张海伦，原来你想要调金龟婿的志向一点都无改，啊，你真无标是迄个大律师狄浩杰。哦，好怪哦，你伫针对用天哪、啊！我是唔知道你看着啥是知影啥啦，啊，不过我实在的天哪、啊，伊是脚踏实地、自力更生的人啊，伊甲你的志向无共款啊。你莫甲伊当作是假想敌，你若是真正介迄个狄浩杰，啊，佮认为迄个狄浩杰介天哪，那呢，你就更加应该哦，甲天哪做好朋友啊。啊，你个吼爱学人个优点，那无你徛伫遮甲伊喷水喏，狄浩杰嘛袂计介你啊。有听到无？啊，心如要嫁的对象，就是迄种你看到老嘴烂的好野人。啊，不过伊就毋是攀龙附凤的拜金女啊！你掠做好野人拢是瘾头哦！你真明显就是爱人的钱嘛，人当然无封闭啊！你毋着爱学心如，伊伫迄方面表现了真大气。虽然伊普通时看起来天真傻气，啊，不过赶快有法度嫁入豪门，就是因为咱有这种水准嘛。啊，搁有啦！我先跟你讲个清楚，我对狄浩杰一点仔兴趣拢无，伊真正无需要把我当作是假想敌。你逐天咧跟来跟去，你袂忝哦？心如，我现在无闲啊。哦，那呢，我嘛去找阮老公。拜。这个天娜看起来就是一个无简单的角色，既然军中这招已经无当用啊，那呢，我就改变我的态度。先加甲伊做朋友好啊！看网络的新闻报道，一林家新民国是特别友善。按阮若是安尼，一定要使英泰放飞，当作眼中钉。因伊代表一林，会得到这么侪钱，唔知影应该安怎对付伊。进来。阿苏妹妹，我想哦，你这只歪嘴鸡，苗栗的素菜店食袂惯是，这是鸡腿便当，你好好享用。哇，阿苏妹妹啊，多谢七手救我。哦，其实哦，我是六根不清净啊。无爱食素啦，啊！我住喺庙，每一顿哦都是素食，啊，食到够艰苦的。好佳哉，你炸只鸡腿便当给我，安尼啊，我就当食到欢欢喜喜啊。你哦，够敢嫌庙的哦，互你有所在通好住，你就爱知影感恩的。迄主委有甲我讲，你拢无愿意斗三工，叫拢叫袂叮当。你至少嘛意思一下啊，无你真正要伫咧遮白吃白住。你若是无愿意做啥物粗重的工课，你会当替女性上解签吗？迄爱情顾问毋是你的专长。虽然讲你即马哦，长相是有较差一点啊，啊，不过我想你的口条啊，够你的扎度应该是无变啦，所以你嘛是赶快会当替性上指点迷津啊。哇，这个阿叔啊，讲啥物长相较差一点嘛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生在大汉，一人无妨嫌过面差呢。阿祖妹妹啊，你也知影，青菜萝卜各有所爱。我看我应该是粗犷型的型男，应该冇真个查某囡仔拜倒牛仔裤下。
虽然我不是你的菜，啊，不过我嘛应该是真济查某囡仔天菜。啊，够啦！可拄只教育所讲的，替神明传达旨意，无需要靠边。奶奶阿叔妹妹你，你写作安尼哦，应该有够啊啦。哎、欸，你食你的便当啊，谁弄围这么济啊？我阿婆要跟你交往啊！我生安怎，跟你有啥物关系啊？好啦，莫生气啦。我看你哦，是件啊，卡哇伊路线的神明代言人，天真活泼又可爱，很有自己的个人风格。你安尼讲，我们差不多，算你有良心嘛。哎、欸，对啦，阿叔妹妹啊，我哩想要问你啦，我跟迄个陈子琳。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真正什么拢记袂起来啊？嗯，无条条安尼对恁来讲哦，是较好啦。这要出代志之前，你有打电话给我，叫我一定哦爱去救子玲，所以你应该知影是什么人要害子玲。啊，不过你即摆失去记忆了，这连无话做暑假拢想袂起来啊。所以即摆所有的代志哦，拢陷入焦灼。子玲家己嘛是感觉足莫名其妙的啊！伊从来拢唔捌甲人开玩笑，到底是啥物人安尼凶狠，就要爱伊的性命？哎，陈子玲是大美女呢，人见人爱，那人家伊凶，想要伤害伊啊？哎呀，恁查某囡仔就是安尼啦，看到帅哥哦就兴奋啦，恁拢唔知影啦，真侪帅哥哦私底下拢是大野狼。拢是看外表，是过来骗财骗色，尤其哦，愈缘投的愈无可靠，啊，迄种缘投的熟男，更加无可靠。哦，高冠达，你今嘛搁咧嫉妒金燕君哦？希望各位当事。会用伫我甲唐永全先生之间选出一位盛唐开发的新任董事长。我想要提名你做董事，安尼咱才会当甲永全联合做伙来保护盛唐。不管等下咱上选掉董事长，对咱来讲拢是双赢啊。即摆票数共款，要安怎？你是要甲伊迄票，啊，搁会甲你陈子玲迄票投出来？姓白已经分出来啊。我搞在你心里知影，迄个时阵甲友情有关系啦。人是退是硬，啊，不过也不是高冠达。燕君甲高冠达灵魂交换，代志敢是真实？我甲陈芷玲当初一道，拢投予伊。你今摆刚才你是咧讲啥？恭喜你重新摕到盛唐开发灵魂。伊阿玲敢是想哦，有另外疑难杂症，落倒来找我。他是有一个查某，互查甫人骗财骗色。迄个查甫的应该帮他处理。你只要享受过程，卖无结果，安尼你会活了较快乐。今日我绝对要放你出来！双脚无亲像较早时的细，你就来活在我的金甲头，我袂来离开，我会来照顾你，这不是拖累，甘愿当作是天意。我予你睏，我予你睏，我予你睏，惦咱人生的每一步，袂过寂寞心苦楚。我予你睏，我予你睏，我予你睏，人拢会老嘛会艰苦，我会陪伴你。看你头路，
予你靠，我予你靠，惦咱人生的每一步，袂过寂寞心苦楚，换我。